我也在那看，我也上帝头面前看。跟你到位看到，我是伫到位看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想到你。你甲我喊一声，我都吞落。我嘛袂记我要讲啥。你袂记你要讲啥？因为我会记你吼，我伫都看过你。我嘛感觉真面熟。那是安尼，我吼手底也看，面也看，目睭都背景都看到你的面。你目睭背景看到我的面？啊！我想到就都看过你啊。倒位？我若透早起床要洗手面的时阵，看到迄个水影。你就是迄个水影的水中人。对啊。啊，我咧啉烧酒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杯啊，内面迄个烧酒影，就是浮到你这面。原来啊，我是伊个水中影，你是我的杯中人。哎、欸，刚刚你讲嘛唔对啊？哎、欸，你看到迄个杯仔底的水影，是看到你家己啊？那我看你是看到我。奇怪啊，头一摆见面，竟然面容体格这样尼同款。啊，我哦亲兄弟啊哦，嘛无这尼啊同啦，无我都爱相识。对啊。我知。你搁知啊？你知影啥？咱老母去对着因老爸，哎呦，乌白讲话啊！哦，安尼安尼才有偏哦。本来就是啊。因老爸去干着恁老母。你怕啥？你欠人家超越做啊？哎呦，这个代志哦，一定有原因伫咧啦。你拄仔乌白讲，讲讲几句。是赶快吗？乌白金。啊啦。丁州嘛，总算找着你啊！恁做甲做嘛啦，哇那出来出来，你即马是啊中风药啦。我咧讲哦，啊啦，即、這个不是阮翁，阮翁无遮啰。老公，你要来跟我同房啊未？你要讲啥我听无？你想要跟我睏啊未啦？无可能啦，我的哦是恁小妹啦。我咧讲哦，我即马有一个秘密在我的手头。你有啥秘密？哦，你敢若要甲我恐吓咧款？对，我咧甲你诈骗。是要诈骗？我师傅放我下山以来，跟我出山了后，但是看到啊，我本事的，不是啦，出山，下山啦、啊，哦下山啦、啊，嘿啦，下山以来，但是看到两个眼面嘞，你叫做眼面啊？你讲面讲面啊？不是两个眼面的啦，我就爱摕着一张的汗湿批给你看。这还是会，一张会批信啦，金融啦，迄山顶来讲的话拢听无，就是山上来的啦，山上来的一个批，你到位啊？我想看卖啊，哈哈哈哈哈，你想我想看，我想到，知道，啊，不过足费气的呢，好费气，哎呦，爱个连啊聊，你知无？哦。哦起码几点嘛，坐高铁嘛未有啊，拜托。哎，去高雄。哎呀，高雄叫连阿廖。不是啦，是。阿廖喂，呀，你家己提，我无要提。不输讲迄重要的物件，去重要的。我较轻松在啦，我来提。没，我提了。我大唔敢提啊，无你我家己去提哦哈，拜托个。哦，哎呀，错过收你。淡薄凉味，凉味啦！你想味大，伊这个话讲会出来，什么味？凉啊味，凉啊味，羊奶的味道，你知无？五音龙到底内面写什么？江太郎就是乌家大汉后生，王金虎约来的乌不兴，王家第二后生叫做。王金龙，你我是两好兄弟，真是双胞胎，还佫有无？有，别路就是王家查某囝王金峰，王金峰，别路来伊是别路以上啊，你熟悉吗？我无熟悉这个人，我嘛无熟悉。外国的甚物？啥物事啊？唔是假讲啊，我袂讲，那有可能嘞？我会当确定讲，我的身世确实有影是王家的后代，也毋过当初时，我的养父捡到我的时阵，血死伫我的兄妹身上，所以实际来龙去脉，我完全袂当了解。如果你手上有这方面金龙，会当为做证据，这更加无可能。自我的万岁，自我伫乌家，阮老爸疼惜我，我年轻年的亲生囝，
哪有可能我是捡的？王达啦，哟，进来啦，进大老爸来啦，跟我小空调再见，爸。你拢是对我讲，到这现在，我是不是你的亲生仔？你哪用脑问这问题？你看你看这是少年的。哎呦，跟我这同款的。啊，恁两个哪生啊这么戆啊？恁龙注定，我是恁五兄弟双胞胎，所以阮的面容体个才这同款。我嘛感觉无切高亲，自我下尾世事，我就伫乌家逍遥自在。哪里来有一个兄哥嘞？咪阿爹，你紧讲。哟，我较早甲恁阿娘少年的哦时阵，我常常哦拢去咧约会，一工去咧游工，啊行来行来，横看一个木塔。木塔内面啥？啊哥哥吼，我著甲恁阿娘举手机啊，搞搞搞搞来，哥哥来这木塔的囝就是你啦。敢有啥物证据？有啦，伫迄时哦有一个啊。血丝巾啊，哦，阿爹惊胖了，逐天甲戴咧我遮咧。血丝巾我看清楚。我就是王家后代。如今你身上有一张血丝为做证据，那个金龙所写可能是无错。你我是亲兄弟，但是两好兄弟啊。阿兄，你原谅我。我唔知讲哦，咱两个是亲兄弟，拄只看到金龙，我叫我唔相信。勇武对我讲，有这条卫生巾做证据，可是千真万确。当然是我小妹向我坦白讲我的心事，我的反应也是甲你参照。什么人都袂当相信讲感情的调情，并非是咱的亲生弟。可是安尼，阿爷你爱了解，若讲生请一边，因为功劳较大天。那无二爹，就我毕竟存在。我希望阿兄弟，你会当答应我，我在二爹面头前，会当咧以我的笔水解怒，我才倒转王家认祖归宗。莫讲小弟，你有这款的想法，当初是我伫江家坐所在，人是养父将我带回，叫倒转去，小弟想我连滴人权赚大。今日阿兄，我嘛无可能有名存在，我也是希望讲，如今咱一家会当团圆，会当互相好好孝待咱厝内面的士大，然后咱正经士大不在身边，咱这个是咱亲戚的缘分。今日有这习惯，要若安尼是，我是真有事啊。再讲一个小妹叫做王金凤，也毋过金龙有事也是别女，别女你敢捌伊吗？如今别女这个。囡仔，你也无需要担心，当作是我的养父，要讲大别讲。如今别讲，这是伊别入前来登基。虽然讲我要讲大别讲，做唔了工，三无成功。也毋过别入对我有伫咧讲，伊爱我亲情，也毋过我着无介意伊。想不到如今伊是咱的小妹，我会找到一个好时机，你我兄弟当着就将小妹娶回。真是安尼是，小妹对你。既然有兄妹爱，才意味要爱你的亲情。既然恁两个人无安怎样，这就较无要紧。等到有一天，我才跟你来去别国找小妹阿姐啊。确实哦，啊啦，小妹妹啊，你这个我要处理完哦。处理好啊。我别人是大宝细姨啦，不讲无同款，大红细红。像几个大红细红？多一个较大。好大。老公，小老公，别再黑白讲话啦，废话连天。我已经娶你小妹啊，好啦。人讲哦，一母无人知，两母烧下台。你若甲恁哦小妹公家红晒，后摆哦吵架啦，架啦。啊，我已经跟你拜过啊呢。我唔像雅芝是相爱，还是小妹呢？我爱牛你哦。天哪，拜托你啦，为着我重新幸福啊，你跟我别个好对象，你像两个真心相爱，刚刚哦。好啦好啦，你莫叫我搬这出来，我上上暖心啊！这个拜拜拜，阿元大王诶，上是你大王，你要叫啥？啊，这个拜过啊，这个无我袂用诶，换你啊！啊，意思讲今出来这两个叫到我就对啊。啊，不过你也无熟悉啊。你也毋过真歹势，泉州城袂离婚，这个嘛无离婚。为什么？当初是我养父有一个查某囝，自细有跟我约定亲情，有伫咧讲，我也是了解我的心事，我
会自从我养父的查某囝娶起来做嫁后，我原来无你的份啊啦！你某敢有我的水？比你较窈窕，体态差不多。确实的哦，够我的够水。比你搁较袂啦。哎呦，天生啊！我老爸啦，我母啊，托起你啊，拢无娶细，我老爸就好。无礼貌，你什么够用的无？我早就袂用的啊啦！我老爸。为阮老母守义守真久啊，恁当外国名义搁拍歹。啊，我要怎啦？你哦，你也看卖，今日目睭咧怎啊转咧转咧？你目睭你老板又哪有转来转？我目睭足艰苦，你即马你家己歹定，叫我来守当当爱转，你安尼讲着我拢听你的呢。我咧讲。我一面三拄着，一个影陪一个影吵着，何故是你还传唔着？啊，好啦好啦，你就安尼讲啊，亲。嘿啦，以后无咱小培养些感情，以后你也需要我来看吵笑啦。你怎会去看啦？吹吵，这种早也是要哪抓啦？不是吵笑，遐培养吵笑是爱看的，不是吗？爱改个性啦，甲迄娇娇同款样啦。是啦，较温柔的。我你讲，你敢压我的过无啦？我压袂。来。我的吃某呢，叫公公。什么叫你吃过来你就拜他？乖乖乖，既然啊，安尼是阿兄，小弟，你我兄弟当见面，这听意思，看一个真相，之后也已经无早，你也嘛住咧湖口，啊，做大年酒，等哦先吃一个大年酒，等头明仔载，咱再来别个找小妹啊。安尼也好，以前就遵照小弟你的意思安排。一过大年再会。